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你别和我提甜甜。陆征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等傅氏破产把他赶出去，你就娶我。你无耻！傅清欢，自从傅家破产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不许欺负我妈妈。小甜甜，从今天起你要喊我妈妈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我才不要叫你妈妈。你叫不叫？你叫不叫？陆贞，甜甜可是你的亲生骨肉，沈如她这样欺负她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但凡我想到她身体里流着一半的是你傅家的血，我想想都觉得恶心。陆贞，我们离婚吧。